朵朵。多多，来的，来的，多多。多多，那狗呀，他把我看低了，小保安，菜园小保安，二少，毛毛，他以为我是其他人，然后把我在那儿叫呢。它像动物世界里面的那个狐狸一样，好像在抓老鼠吃，生存呢。豆豆，
开心呐，好吃啊。他很喜欢自由，不喜欢被约束的。这边已经吃干净了，我在这边放了吃的，非常干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挺喜欢这样的合作方式，我并不需要把那条狗拴在一个地方，然后给它喂食物，
他也可以自己去搜寻食物，然后顺便也来照看我的菜园。真是太懂事了，然后他就自己去找其他地方了，就很像那种自由职业者。啊，有意思。总之这也是一种养动物的方法，对吧？我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，他也记得我，我给过他食物，然后我刚来这边进到菜园的时候他还帮我叫呢。如果其他人进入这个菜园的话也会疯狂的叫。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喂你是谁，然后这么叫的意思。非常有趣，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吧，那条小狗。好像是有主人但是不清楚，应该是有主人的，但是那条狗的个性好像很喜欢那种自由，不喜欢被约束的感觉。虽然它看起来有点瘦瘦的，但是它比较自由一点。这点我挺喜欢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闪电灵感， See you next time。